的数字。他们接下来九月一号要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。是三个数字。三个数字，对，不是一个，但是他们的尾数是一。好，尖叫声欢迎八三呀。Oh,
掌声声来，这就是台中的声音啊！很好，接下来知道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一起唱火大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前面的中间的左边的右边来了，手在哪里？8/3到9/1的小巨蛋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人，好吗？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们上一张专辑的抒情主打，希望会唱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。这首歌叫做《不关你的事》。请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好吗？把你的闪光灯开亮，让我们看到今晚台中最美丽的星海。Come on！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，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，说什么还是朋友。在柔夜似火的触碰，一个人吃饭睡觉很轻松，也习惯从爱解脱的自由，爱不到就不能活太幽默，你有了新的寄托，何必在意我的死活。
下，我要让每个团员来跟台下的各位打个招呼，好吗？可是当我在介绍巴上的团员的时候，台下大家如果很冷漠，尖叫声很小声的话，我的团员会非常的糗。所以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台中他们的尖叫声吗？欢迎大家站上舞台，右手边贝手霸天。好，我是霸天。其实班他去年有到正南宫主演，然后结果妈祖保佑，我们今年就申请到小巨蛋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来还愿的，对，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妈祖的保庇，谢谢。介绍我们的家手刘碧。大家好，我是家手刘碧。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，今天希望接下来的嗨歌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嗨到这个，好吗？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大家可以到8310脸书还有 IG 来多多留言哦。接下来跟我们一起跳到这个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介绍鼓手阿电。大家好。耶，前面有到，后面有到，耶。哇，今天人非常的多，你们吃饱没？真的、哦？那你们还有力气跳吗？等一下，真的非常嗨，不要保留力气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，介绍我们团长小军。大家好，我是 keyboard 手小军。我是刚刚变哥刚才说的，等一下千万千万不要保留力气，好吗？喜欢我们的音乐，记得到 YouTube 找我们的歌，然后把我们的歌练熟。9月1号，我们小巨蛋在一起嗨一波，好吗？OK， 很开心介绍我们主唱阿普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阿普。非常开心，我知道今天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我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到我们的 IG 或者我们脸书，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在我们非常漂亮看到台中的大家，好吗？接下来这首歌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跳起来，这首歌叫做《玩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》，Come on！Yeah.
说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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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接下来刚刚说要来到左边，对不对？左边的孩子们。Hi!